Hello，大家好，现在已经是12点钟，我刚起来，今天要去打卡。今天你去的一个 market 就是那种，跳蚤市场吧，在里面淘东西的。今天我就是不想考虑穿搭，什么都不用，就是，比较舒服的吧，进行一个放空之旅。酒店，它是在韩国城旁边。我现在已经换好衣服了，因为我胳膊太胖，所以就不露出来了。超级开心的，我要出门喽！我下面要出去吃中餐。阳光好好哟。不然我昨天带你去了烤肉店，它是自助的，是八分钟，八分肉，我没有吃了八分钟吗？Hello，我们现在已经到了，先你打卡的那个 Melrose Trading Post，是不是？就是那个，看完感觉好好玩啊！我没想到我前两天在这里拍过这个树。我们现在要就是买门票才能进去，大概是几美金我也不知道，反正是要付现金。
所以你决定带我来吃早饭是不是？早饭叫什么？哦。One ice American coffee. One Thank you. That's all.你要的是 barbecue chicken， 入乡随俗，拿着吃。你要吃吗？我觉得吃不了。好吧。嗯。机场也太多人了吧？我们刚刚在外面打包行李，打包了半天，然后现在我很想吃那个酸奶冰淇淋，让李晶姐去买了，她怎么回来了？是不是没有卖了？怎么啦？啊，卖没了，我们进去吃了。